的含笑，晴空万里，晴空万里藏着含笑，爱的歌声响彻云霄，多少的人流泪在流汗，大家才有几分好。我可以照那个，照那个。照那里，会照到，会照到很多太阳。就是很想动，很想动。好的天气这么稳的不容易、啊。哎，我们要上车了，来拍一拍。哇，晴空万里，哇，哦，真美耶，空万里呀、啊，万里，真的是晴空万里，太美，一点云都没有。还有，哎，峰峰，哎，峰峰，峰峰不上。哎，你们站这边，来，这边去，来，文静的位置。好，对，国光普照，来五点，进，快点，国光普照，快点，宝鸡，先照，快点，先放下来，快点，国光普照，啊，国光普照，太美了，来，五点来，国光普照，你看看。走，保安部长，来，进去吧。哦耶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棒哦！好强哦！好，这是罗马机场的外观。Lasciatori, Accensore。哎，反正是不是这样？我忘不到。哎，走来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出发了。来。都是有限定重量，一定要调整，要小心。回程的时候一样，个别称磅秤，所以不可以超重太多。它这里是称磅秤。对。都是个别办手续，个别称磅秤，哦，就像台北这样上飞机的时候一样，个别称磅秤。那我们现在先大致上对一下时间，现在是早上8:14，我看看对不对？8:14，它这边有个电子钟。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司机先生，叫做 Massimo。本来想说大家一起到的时候再给他一个欢迎，那可是有时候司机先生有时候很喜欢开玩笑，你太晚跟他讲好，他说 too late。 你等一下跟他讲 ciao Massimo， 还是说 buongiorno Massimo， 他说 too late。 他的名字叫 Massimo， 我们跟他讲 buongiorno Massimo 好不好？ buongiorno 要有个 no， 你如果没有 no 的话就是法文 buongiorno Massimo，然后给他鼓个掌，好不好？Buongiorno就是日语啊，来，1、2、3 Buongiorno Massimo， 鼓掌，谢谢他 Buongiorno。 他很早就来等了，只是我们因为有行李的关系啊，这个掉了，所以办手续，所以上回到台湾聊天之外，在送行李，你看一个行李跟一个行李间隔，你看一个货柜箱跟一个货柜箱间隔那么久，什么都是慢。